开播了，让你猫哥哥支持一下你。蹦迪都不会跳了，哎，你给我表演一下，你在酒吧里面如果蹦迪听到这样的音乐，我没去过，是没去过。假如你听到这音乐，你应该怎么蹦？我会很尴尬的在那儿坐着，然后就坐着。不是，我记得你以前不还会这个？哎，你再来一下，我看看来。这是跟谁学的呀？猫爸爸还在吗？猫爸爸，这个女孩吧，我也不是给她做人设，是这样的，我那个，我之前现在颜色不是我全资收购了吗？就是我之前呢，不是有个合伙人叫温泉吗？这温泉呢是一个啊走了啊，完了你猫爸爸走了，学坏了。温泉厉害的，温泉是游戏公司都上市了，上市公司的老板。然后这个是温泉的朋友，就是他妈跟温泉是朋友，然后借到颜色工会来，他妈是让他锻炼锻炼啊，打打工啊，赚点零花钱这样。看我那家里面的东西，我跟你讲，就得离不开，挪不开步。你表现好了，一个人住啊？啊，然后表现好了，然后我可以那啥，送你一样东西。送我一样东西？对，你随便选。那我要选最贵的。那你看哪个最贵的，就看你自己眼光。车钥匙。车钥匙不行。你不是送我一样东西？那不是东西，那是量。车钥匙不是东西。不是东西。上学的时候成绩好不好？说实话。你是说哪个年级啊？就是现在啊，你英文水平怎么样？啊？英文水平怎么样？你是说大学成绩啊？对啊。大学成绩就反正能过，就不挂科。英文水平怎么样吧？考考你听力。就过了四级。你才过了四级啊？没考虑。啊，你英语才四级啊？那你不都有文盲一样吗？我不是文盲。还有 speak English， 咱对话上有英文了。OK。哎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too。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OK. So， Are you sure? I'm sure.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hengdu.
英文单词，咋对英文单词吧，我拼个英文单词，你拼一个，看谁的词汇量比较多，好不好 ？Apple Apple。哈哈，你个老文盲，你个小文盲。不是突然短路了吗？来，不会了吧？我再赠送你一个，WHYY，WHAT，WHERE，WHERE，HOW。LOVE love LIKE like CAR car BIKE bike FER feel不行了吧？不行，这就把你给对死了。不要玩这种很幼稚的了。哎呦我的天，幼稚你都我懒得跟你玩这些。你懒得，你不会就不会呗，跟懒不懒着有什么？会。你不会呀、啊？你单词都拼不会，还会啥呀？我懒得跟你说。Dog dog。Monkey. K-E-Y monkey， 哎呀，这差个英文字母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S-H-E-E-P S-H-E 那个 Selina Hebe Ella J-A-Y 周杰伦，今天是周杰伦的生日，真的吗？真的。祝你生日快乐，1月18日，祝伦生日快乐。你也听过周杰伦的歌？我也听过。那我超爱的。是吗？他每一首歌我基本都听过，我还去看过他好几场演唱会。你还看过他演唱会？对啊。你就说他票价多少钱吧，我看看。反正是我也不记得了，是找黄牛。找黄牛买那不岂不是更贵？拉不起来了。你会不会开？开不起来。不会开你就在里面坐着吧。开不起来了。开不起来了你就在里面坐着。他开的是窗户。帅不帅这车？很配啊，很配。哎，你这话说的就没毛病，就很配。你说这车我站上去毫无违和感，你站上去一看就不像你的车。你看我站着，你帮我拿点，你看我站着一看就是我的车，气质在这拿捏呢。他好矮，他们说你像偷车的。他们说的不算。感谢盖世缺德大哥的一个盖世缺德，感谢盖世缺德大哥的虎牙一号。哦，盖世缺德到来。
哎，我给你拿个好东西玩吧，你想开车吗？想吗？想。我有车，但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信号，你帮我拿一下，我看看下面有没有信号。祝我伦生日快乐，祝周杰伦生日快乐。祝周杰伦生日快乐。JAY 有周杰伦的粉丝，大家发本魔法书。哎呀，什么钱都吃呀，真不要脸呢。大家在十的直播间刷一本魔法书，一起祝周杰伦生日快乐。谢谢这个很自然的魔法书，哎，真的，大家送了。哇，这个号召力可以啊。我教你开车吧，我看你也不那啥呀，没有，就是科目三没有过，我教你怎么过科目三。但我上过路的。上就教练带你上了路是吧？嗯，对。那你这个说实话，你还是需要加强训练的。我要不训练训练你，我车多。怎么训练？我有车呀，借你开呀。哎呀，祝周杰伦生日快乐，兄弟们啊！周杰伦生日快乐。还有杰伦的粉丝吗？还有杰伦的粉丝吗？肯定有。大家在此直播间刷一本魔法书，就可以祝周杰伦生日快乐。你看今天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还有三个小时，大家抓紧抓紧时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对，过了今天明天送魔法书，感觉、这个、就不能祝周杰伦生日快乐。感觉这个大堂怎么样？看看还行，见过世面了。你住几楼啊？怎么样这个？嗯，可以。可以不？你好，他好矮。带你开一下车吧。这个要把它转过来吧，万一别人看到你住几楼了怎么办？没事，我准备好切手机了，因为怕楼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信号。哦，大家抓紧时间送魔法书。哎呀，周杰伦过生日，大家都连本魔法书都不送。对啊，一年才这么一次，下一次又要等一年了。真的是，连七里香听完了。这里面会没信号是吧？这里面没信号。